蓬佩奥今天 po 了一张凤梨照，说台湾的凤梨干是自由的。蓬佩奥今年来访台湾的可能性大还是小？蓬佩奥已经跟萧美琴见过面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。今年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的几率大不大？我想跟委员报告，我们正往这方面努力。那所以几率很大喽。是。OK， 好，谢谢。